主料，鸡蛋两个，土豆两个，辅料，香菜，盐，味素，香油两滴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鸡蛋两个，土豆两个，鸡蛋打散。打鸡蛋的时候一定要打出泡沫，这样甩出来的鸡蛋才好吃。土豆切片，将土豆放入水中浸泡20分钟，放入适量的食用油，倒入土豆片，将土豆炸至两面呈金黄色，捞出待用，清水烧开，倒入鸡蛋液，打成花，加入炸好的土豆片，加入适量的盐和味精，勾芡，收锅的时候倒入几点香油即可食用，倒入碗中加入香菜段，味道更美味。烹饪技巧，在炸土豆片的时候一定要浸泡，这样炸出的土豆片才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